后，那现在是还是学生，然后正要努力考研究所，但是闲暇之余还是非常的喜欢玩游戏哦。那像是我从国小的时候呢就开始玩魔力宝贝，然后非常多的游戏，英雄联盟啊等等都有接触过。那最近我新玩一款游戏是乱斗堂，里面有非常多 Q 版的可爱的动漫人物，像是我身上穿的就是其中一个人物哦。然后呢里面有非常多的关卡，然后还有很多技能可以提供你选择，非常的有趣。